这十八比九的电竞手机 ROG Phone 讨论度超高，网络上也一堆开箱文。主打轻薄纤巧的 TOF 系列，带给玩家性价比极高的体验。华图近几年全力布局电竞市场，虽一度传出进行裁员，但日前用加薪反击外界对华硕营运的疑虑。我相信呢，它在这个市场上其实应该是有获利。为什么？因为现在其实华硕的电竞手机有些的可能门市或店家还是有缺货的状态。在年底前送给7000名员工一份大礼，将调升固定薪资，平均达5%到6%，盼能符合或优于产业平均水准。进一步摊开华硕第三季财报，品牌营收达938亿元，季增16%，年减10%；集团营收达1027亿元，季增14%，年减10%。虽然不如预期，但华硕再接再厉，全力拼电竞，将争取赛事的硬体赞助商，也陆续建置亚太区电竞旅馆。我们集结了最顶尖的研发、设计机构、软体、UI、相机、声音等各领域的高手。面对手机笔电市场竞争激烈，华硕盼能在电竞版图用多元化的触角全力冲刺营收目标。三立新闻许仲荣台北上报道。